你尝尝这个凉拌茼蒿，特别好吃。简总，你自己来吧。别老简总简总，都不是上班时间，下班了你还是得叫我哥，不许偷懒啊。简哥，我自己来吧，我够得着。行，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个凉拌茼蒿特别好吃。好，我自己来。给水，谢谢。白溪水嫩，还真是怎么看都看不够。难得上赶着讨好人家，人家还看不上我。算了，你说吧。秦皇岛那块地报建的时候花了不少钱，现在眼看着要到最后关节了，之前审批材料的人出事儿被抓进去了，经他照这样拖下去，估计是前头的钱全都打水漂了。哥，是我，李玉他也去你那里上班了。是啊，你有事说事儿。哥，那我明天去你公司。不行，让你来都够让我闹心的了，你就按爸说的，老实玩两个星期再来。李玉能做的我。好消息，秦皇岛那边的负责人我给你联系到了，说是今晚有时间可以一起吃个晚饭。太好了。李玉，你马上准备车，现在跟我去趟秦皇岛。感冒了，可着凉了。小赵，你空调打那么大干什么？地摊你懂不懂？是这只管。秦哥，这小李子，今晚的酒局你可得给我挡一些，我要保持头脑清醒，这事儿不解决老子损失可就大了。你不是爱喝酒吗？从我认识他到现在，这个人就一直是浑身模仿的样子，还是第一次见他这么专注。喝酒就是助兴的，喝太多了不就成了活受罪吗？这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，你以为挣钱那么容易啊？等以后你自己干事了，你可别以为自己有个厉害的脑子，人家就一定买你的账。我刚出来做生意的时候，觉得自己背景了不得，谁见了不得敬个三分，肯定能轻而易举做出名。结果倒好，经验不够，一直吃亏，受了不少罪。你别看我公司做的挺不错，其实能有今天，全是靠汗水为主。来来来，再喝一个。来，别让你放心，你的事儿绝对放在心上。来来来，最后一杯啊，喝完咱就散场。来来来，喝喝喝。简哥，漱漱口。我要睡觉。让我睡觉。总算扶过来了。你别管我。谁想管你？别管我。要不是宋大老板这个样子不管说不过去，我不想管。房间里，什么事？我睡饱了，你来。好。哦，来得这么快。嗯，很好，够劲爆，够性感。小李子，你到了。李玉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让你来，你带小赵干嘛？我以为你醒了就是要回去了。小赵啊，你先回房，记得把门带上。好的。还说回去，你看看我
这些衣服还能穿吗？我裸奔回去啊，你去给我买身衣服。就算让你裸奔回去，待会儿跟我一起不太脸红的。啊，对了，你知道我的 size 吗？能估计出来。他笑了。那赶紧去吧，迟了可就赶得上老爷子家的晚饭了。牢里头的孙子都长这么大了，你小时候我还见过你呢，叫什么来着？我叫李玉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记起来了，你爷爷吧，给你取个女孩的名字，陪我们笑话。他呢，还能把道理讲得头头是道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一直站在门口了，进来吧。晚上啥时鸡炖上，你俩就去后边湖里钓钓鱼，赏赏景。好啊，船准备了没有？知道你们要来，早就备好了。给你们两个小时吧，要是钓上来的鱼没有四斤重，今晚呢，就你俩刷碗，怎么样？爷爷，你也太小看我们了。等着吧你。